没有浴巾了是啥意思啊？就只有这一根，我现在要去洗澡了。你今天晚上也要洗澡吗？那我洗不洗着出现这种状况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啊？你今天不洗澡？我今天不洗澡又怎么样？不洗澡就明天再洗啊，明天再洗就有了，就有浴巾了。我一会儿就洗浴巾。Baby squirrel use a sexy motherfucker.我跟你说那个野鸡男，我们俩一块去吃拉面，我就想我去结吧，准备掏手机，然后他非得在那拦着我说对我接，这只手拦我，用右手掏左手兜，摸了半天啊没摸着，然后用这只手拦我，然后又用左手掏右手兜，我来，对，等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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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来，你们真遇见过这样吗？有啊，挺多的。有一个人会喊服务员买单，但是他不一定是结账的人。对，服务员来了说：“您好，您消费，比如说200-300啊，有玩手机的，打电话的，上厕所的，这都是啥关系的人？认识？对，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不恶心的那种。Somebody I used to know 像刚才演的这些，我觉得同学聚会好像挺多的。咱们仨是同学，那我得首先表现我已经是一个成功人士。对，我接，别，我接。看不起我？对，逃单这种的吧？你们遇到过没？有吧？咱们遇到过这种逃单的吗？啊，有，原来有这种酒肉朋友，说是朋友，但是一般就是比如周末要聚一下，大家也好像也没什么可深层次的交流，无非就是啊哈，高兴，周末了，喝，嘎，喝完了以后，哎，突然大家陷入了沉思，假模假。是的，转给你多少钱？几个人？那几个人多少钱？转给你。然后那个人说：“哎，这一会儿还唱歌呢，一会儿唱歌的时候再算吧。”有转账了之后，这个手机方便了之后，这种事儿其实少多了。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比较多，服务员结账，然后所有人心里当。说白了就是现在都怼到脸上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有你转账很方便啊，这个事儿你逃避不了。既然这个事儿都已经怼到脸上了，就不会再出现什么所谓的就是能拉下脸来办这个事儿。现在你没有理由了，你说我没带钱，就算你去厕所了，我账先结完了，我们都 AA 的，你结不结吧？我想上个尽快吧。我给整个事不需要了啊，今天演员多。对，今天你就可以 take a break， OK？ 黄文在这啊。最近看新闻，新闻上说小米家又出了一个 AI 菜篮子，智能菜篮子，没有托的这个东西，就只是一个篮子，它就跟着你，反正 GPS 定位应该是，反正就跟着你，因为你身上有东西肯定，然后它就跟着你，就这么跟着你，就说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市场。因为现在中国的菜市场早市啊什么的人还是很多，还是很乱很脏嘛。人家老太太，也不是老太太，大妈们40-50岁的，人家早上赶早去了以后讲价，然后在菜场里穿，那菜篮子跟不上的，就出来的时候已经菜篮子不见了，你前面买的菜都没有了，都被别人拿走了都有可能。就我妈过生日的时候，我爸给她买了个眼镜，太阳眼镜，买回来的时候我去拿了快递，我就说这是我爸买的，我妈就说给你买的吧，因为她觉得很难看。我就说不是的，应该是给你买的，你要过生日了。然后我妈就说那一会儿我要装作很高兴的样子，你要装作觉得，你爸觉得怎么样，他问你，你就说好看，听见了没有，我说啊，好。然后所以我很怕他买一个菜篮子回来，我妈就觉得可以不错。你妈就是，然后我妈可能不用了，你妈就是菜市场的一道风景线。对，大妈们都拎着个小泰迪啊，你妈后面跟着一个机器人，我That's all for today's vlog. Thanks for watching. 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，黄文，如果说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，你会选择当男孩还是当女孩？男孩。为啥？是不是因为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当我儿子了？ Somebody that you used to know.他妈什么烂车，声音这么大，改装的拖拉机吧，趁他，